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人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啊。答应他，拒绝他，答应他，拒绝他。我刚刚你看我的耳环啊，我的衣服，刚在家里打扮了一下，所以比较晚到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啦。啊，你在干嘛？哦，我就在想，等一下我怎么回复学长啊？回复学长，这还需要考虑吗？他是天才耶，排在他后面的女生都还不一定排得到。可是你也知道的嘛，学长他是双子座的啊，你看这本书上有写啊，双子座的人多才多艺，足智多谋，反应敏捷，懂得跟人家交际。嗯，对啦，这就是学长啊，而且你要小心哦，双子座是最花心的星座的。可是，哎呦，可是我就比较害羞，比较内向啊。书上说啊，我们是最不速配的星座了。嗯，听你这样讲，好像是这样没错。哎 ，Hello， 你甜甜，你今天怎么穿的这么亮又荧光啊？我这大远远就看到你的衣服了耶。不是啦，没有啊，今天是星座说说，就是我会有偏财运，然后他说我的幸运色是亮色。所以就想说，就是配合一下，你看衣服，还有我的耳环，啊，然后不是我跟你说，上次啊，星座叔说我会有意外之财，结果我那天就真的在路上捡到100块，好神奇，超神奇的。对啊，倒是你怎么今天看起来有点忧郁，心情不太好的样子，怎么了？他就是在考虑要不要跟学长交往。原来是这样，不要跟学长要不要交往，这样吧。今天天气好热哦，前面有一个咖啡厅，牧师请你喝果汁。好啊，好，那我们走吧。OK， 谢谢牧师。哎呦，牧师，你看，妮还有学长，一个摩羯，一个双子，以星座学来讲，他们是不合的耶。而且我看他们的个性啊，南辕北辙的。所以你在看这个书的时候，他告诉你你们的个性不合哦。那。你要不要放弃啊？啊，可是我也喜欢学长啊。所以你看啊，你在读这个书的时候，他也没有让你的选择更加的简单啊。你看写这些书的人对你根本就不认识，你怎么可以让一个陌生人因为对星座有一点研究，写下了几句话，就影响到你自己对人生的决定了？可是牧师，为什么这些星座专家他们所写的有时候会那么准确呢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。其实你在看书啊，不管是对于星座或者是你的生日，其实他们来说都是一个日积月累的统计学，也可以算是一门科学啦。他们经过了一些统计当中呢，的确是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参考，但是如果到细部的东西就比较模棱两可了，就让很多人会误导并且对号入座，影响了他们的生活。所以在这一方面呢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再多多的研究。可是牧师，既然星座算是一门统计科学，那它代表应该也有一定的可信度啊。书上说我跟学长不速配，我就害怕我们最后结果会像书上讲的那样啊。所以你看啊，那你在读这些书的时候，你到底想要从里面得到什么呢？我就想知道我能不能跟学长在一起嘛。哎呀，对于未来，我们总会有一些期待嘛，就像那种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那种心情啊。是，
所以啊，我们在生活当中呢，其实我们不能够被这些书籍所主导，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要勇敢的去面对每一天的生活，靠着上帝给我们的力量，跨出信心的一步，我们真实的感受跟经历才是对我们的人生负责任的态度。可是牧师，虽然我每天都会看星座日报，可是我还是有用心在过生活啊。你看我现在的精心打扮，还有我的耳环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所以啊，要特别小心。如果你在看这些日报的时候呢，它已经主宰了你的生命，告诉你该怎么样过生活，你就要非常的小心。因为有时候你会害怕出门啊，你会害怕今天做的事情顺不顺利，所以我觉得呢，还是要特别的谨慎。嗯，啊，可是学长现在已经整个占据我的心了啊。圣经上有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哦，并且圣经上有说你不可以有别的神。如果说我们的星座的书籍或者我们的学长成为了我们的偶像，这些都不是上帝所喜悦的，我们要特别的小心，不要让这些东西主宰了你的生命。哦，我懂牧师的意思了。牧师的意思是说要我们随时保持警醒，然后查明我们真正的动机，然后不要让那些不该占据我们心思的成为了掌控我们的神，对不对？是，没错。所以你有很注意在听哦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让这些生肖或者是星座主导了我们的生命，参考还可以啦，但是不要一味的追寻。嗯，那牧师，我应该怎么办啊？其实呢，很多时候遇到生命的抉择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安静下来沉淀一下，甚至我们可以跟上帝来祷告，求上帝给我们智慧，懂得怎么样去做选择啊，说不定在这件事情当中你们都会有要学习的功课。其实我也有想过啦，就是是不是要先跟学长当朋友相处看看，然后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再进一步交往下去。其实啊，我们的生活生命就好像一盒巧克力一样，有时候拿起巧克力你都不知道里面的内馅的夹心是什么。相同的，我们的生命也去需要我们付出勇气，敞开心去经历，说不定在这一段关系当中呢，你们可以发现彼此的优点，或许你们会因为彼此的欣赏而学习彼此包容。最主要的是，我们要在这段关系当中勇敢的去面对，在这个当中会学到你们上帝要给你们的功课哦。我懂了，原来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，充满了惊喜。是。我想我应该知道怎么跟学长说了。所以加油哦！好，我们要努力的去过我们的生活每一天。我突然想到，我刚来的时候，我经过了一间彩券行。对，那我现在要去买彩券了。如果有中的话，我就请你们吃巧克力。牧师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是因为星座日报偏财运我才去买的，我是要去帮助那些弱势团体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圣诞礼没有办法。好啦，那牧师，我也要去找学长了。谢谢牧师。好，你加油，牧师为你祷告。好，再见。拜拜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是否也是一样每天要看一下星座运势才能够开始你一天的行动呢？不要忘记，我们的生命都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所创造的，而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星星哦。所以不妨静下心来研读神的话语，让上帝对你的一天来说话。欢迎你持续的锁定这个节目，希望在节目当中对你的信仰还有生活能够找到解答。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找不到解答，也欢迎你写信给我们，我们希望能够为你回答。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见喽，拜拜。那牧师，我现在应该要怎么办啊？你现在应该怎么办？现在要怎么办？我觉得不是因为星座日报说我偏财运我才去买，我是要去帮助那些弱智团体啦。欢迎你持续的锁定今天的节目。如果在节目当中有任何的疑问的话，是不是刚刚所剪的已经可以在这边补充画面了呢？好不好？写信给我们。